对，好可爱呀、哦！这个应该是妹妹。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好会吃哦？小的会吃呀、啊，你不也很会吃吗？我小时候更会吃的，我好想一只哦！天哪，吓死了你！这个妈妈很好，他直接拿过来，没有看到吗？那个妈妈真的很淘气，还过来抢。妈妈看他们怎么自己去找礼物嘞？现在人气才那么久。他们也太贪吃了吧，而且尤其妈妈最不最淘气的，小孩子的妈妈还去抢。没有唱过歌，说啥？妈妈，你跟妈妈太好吃了呀！下。妈妈有点凶，他说自己去找食物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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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去，我要将工作人员遇到这种问题，他们该怎么办？说他们家的事情，工作人员不管。工作人员说，让妈妈和小孩自己去处理。哎，真的，妈妈脸比较圆呢。嗯，还是妈妈比较可爱。妈妈比较可爱，元宝有点椭圆形的脸。哦，为什么元宝？为什么他抢元宝了，而且不自己去找？妈妈带小孩太累了，所以就一直抢。元宝感觉他脾气蛮温和，觉得他脾气个性蛮温和的。嗯，看妈妈又抢走。妈妈好，妈妈好好玩呢。对呀，真的是好。他现在去继续拿东西，这么饿是不是？希望他不要滚掉。对啊，我也担心他掉下去、啊。不会。担心。啊，下来。哎呦，他下来了。小孩真的很伤心。他去找猪猪。妈妈好累呀、啊，妈妈好累呀、啊。是他一直抢小孩。哎，你仔细观察，回去可以写日记哦。他在下面这样就不能去吃了。我感觉元宝没有妈妈的长好看。他是跟他妈妈认识的。妈妈，为什么这样？啊，为什么这样？他怎么那个他好担心，他要吃竹子嘞。哎，我帮你录下来，你想想，我也没什么话说吗？那我们看好了，回去画好不好？他，我知道他可爱。好好好好